确定赵总今晚到烟台市？确定，啊，我和赵总已经到机场了。在内部高管工作群里，苏佳宇跟梁山和蒋东晨说赵浩要来，两个人都比较激动，把航班号发给我，待会我开车到机场来接你们。梁山看到消息后连忙回复道，苏佳宇又赶紧发了一句，你们把最近的进展让项目部那边总结一下，赵总比较忙。 看下报表就行了，不说了。飞机马上动了。两小时后，飞机抵达烟台市。虽然赵浩已经足够低调，但仍抵挡不住粉丝们的盛情。现在他已经不算是刚入门的新人，已经是小有人气。外界现在普遍认定，只要跟着楚庆合作，就能有很高的流量，所以楚庆的身价也随之水涨船高。这对赵浩和楚庆来说。 倒是好事，反正都是一家人，谁身价上涨，总归来说对未来生活肯定是益处。这边刚下飞机，赵浩的微博超话就已经同步了现场的照片。在某写字楼顶楼，一个穿着红色高跟鞋的女人百无聊赖的喝着红酒，她坐在几万元的豪华座椅上，享受着下午茶的同时，也在刷着微博。她像往常一样，打开了赵浩的超话。 想看看他最近的行程和动态，结果忽然看到粉丝发了几张赵浩的在机场的图片。刚开始他以为是之前的，直到看到下边的留言说，这是赵浩今天出现在烟台市机场的照片。赵浩来烟台市了，翁同嘴角微微上扬，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你来我的地盘。上次在五哈节目中，翁同好几次想调戏赵浩都没有机会。 等录制完，他也想挽留赵浩住在庄园，可赵浩或许是提前知道了，所以跟着节目组溜的很快。这次绝不会让你逃脱我的手掌心。翁同拿起手机打了一通电话，赵浩来砚台市了，我要了解他的全部行程。不要问我赵浩是谁，你自己上网不能搜吗？要是我今天晚上不能知道他的动向。 你明天就去人事部办理离职吧，老娘养你们有何用？刚上车的赵浩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翁同给盯上了，或许这就是当明星的坏处，随时随地都会被监视。除了粉丝、狗仔外，还有像翁同这样不怀好意的人。老板，你怎么忽然想到来视察工作啊？梁山每次看见赵浩都很高兴，毕竟赵浩算是他的贵人。 虽说他之前卖房子收入也还算可以，但上限肯定没现在高。当销售是搞服务的，动不动都要看客户的脸色，但现在怎么说也算是经理，感觉完全不一样。今年我赚的钱，还有双星餐饮公司赚的钱，基本全砸华丰的产了。如果不重视，那去年岂不是白搞了？赵浩头也不抬，一边给楚庆发短信报平安，一边回答道。 赵总，你还别说，蒋东辰那小子真他奶奶的是人才。他说虽然很相信你的判断，但还是秉持着大局为重。于是他偷偷侵入了官方网站内部，看到了很多机密文件。我靠，他疯了！这要是被发现了，够他吃一壶的。赵浩被吓了一跳，虽然他不是学法的，但基本的法律常识还是有的。放心。 蒋东晨是位黑客大佬，他的技术比我们想象中还要牛掰。他偷偷溜进内部服务器后，真就发现了烟台市新城区规划的文件，只不过还没正式发布。但这件事基本已经可以确定。这对赵浩来说其实是多此一举的事。这么久了，系统从来没有欺骗过他。所以说，烟台市新城区开发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但是。 蒋东晨把文件给找了出来，无疑可以给他还有其他一些高层信心。所以这段时间，他们一直拼了命的在砚台市活动，为的就是以最低的价格收购更多的房子，到时候政策一出，就坐等拆迁款。下午，梁山开车带着赵浩去收购的房源片区转了一圈后，就把在砚台市出差的人全都叫来，陪赵浩一起吃饭。吃完饭。 苏家瑜早就为赵浩安排好了酒店，本来是想安排之前赵浩来砚台市第一次住的那家五星级酒店，但赵浩想到那个酒店有翁同的股份，如果他知道我来到砚台市，肯定不会轻易放过我，所以就换到了一家名叫“四色花”的五星级酒店入住。梁山帮赵浩把行李箱提进房间后，就告别道：“赵总，我就住在附近的一家快捷酒店，如果遇到什么事。” 直接给我打电话，我马上赶过来。法治社会能遇到什么事？你自己回去好好休息。赵浩关上门后也感觉很疲惫了，于是就去浴室洗了个澡，准备睡觉。忽然门口塞进来一张小卡片，很多酒店都有人故意往房间里面塞找小姐的卡片，或者是买通那些打扫房间的阿姨，在每个房间里边都摆放一张。 卡片上有老鸨的电话，但是他们并不一定真的是老鸨，也可能是想和你玩仙人跳。等小姐进入房间后，让客人先去洗澡，然后就让一大群男人进来，以此威胁勒索。所以赵浩看见小卡片后没当回事，可是心里还是有点好奇，那些色卡片的都是一些什么人？于是便趴在猫眼处往外望，奇怪。 猫眼被堵住了吗？怎么什么都看不见？赵浩眨了眨眼睛，又仔细往外看，终于看到一点亮光，随后却是出现了一点布料，看上去像是衣服。等他看清楚这是什么后，忍不住卧槽了一声：“妈蛋！怎么外边有一对大胸？”他直接打开门，看见一位妙龄女子站在外边，大冬天的穿着一件低胸装和黑色丝袜。 年龄约莫二十岁出头，妆化得很浓，看不清楚本身的面貌是什么样子。他看见赵浩后，眼神已经忍不住喜笑颜开，嘴角也疯狂上扬。你好，老板，需要点什么服务吗？五星级酒店，直接安排小姐在我门口。这不是玩仙人跳，老子绝对不信。虽然不知道是谁想整我，但你想玩，老子可以陪你。你都有些什么服务？ 赵浩将计就记得问道：“女孩现有机可乘，连忙将身体贴了上去。你想要什么服务都可以，老板长得这么帅，我可以不收钱哦。那可真是谢谢你了，正好我有点疲惫，你能帮我按脚吗？”赵浩露出一抹坏笑：“可以啊，我按脚可专业了。”女孩说着就想进去，赵浩让她在门口等一下，随后去浴室拿了一个脚盆，再在里面加满热水。 将盆子端到门口，就在门口洗吧。如果待会有人路过，看到你这么专业，估计也会照顾你生意。你说是吧？赵浩将盆子往地上一放，直接把脚伸了进去。谢女孩愣住，她眉头一皱，呵斥道：“还不快给我洗！洗就洗，你别休嘛！”女孩有点委屈巴巴，这个情景跟她构思的不太一样。 作为资深的仙人跳演员，他和团伙那群五大三粗的男人已经成功作案十几起，不知道骗了多少钱。今天下午，忽然有个老板指名让他们团队去这个酒店的某个房间，对里面的人来一出仙人跳。本来他们是拒绝的，因为不太保险，万一是钓鱼执法呢？可是对方给的实在太多了，根本不容得他们拒绝。 这也是他出现在赵浩房间门口的原因，但按照剧情，对方应该是让他进屋，然后两人你侬我侬，准备发生点什么事。外边的大汉忽然闯进来，开始拍照，给他们钱的老板，只要照片就行，事成之后就会支付另一半的钱，可直接在房间门口洗脚，这是什么操作？老板，要不我们还是进去洗吧，外边怪冷的。 你就忍心看人家光着腿在外边吹冷风吗？女孩装作委屈巴巴的样子，因为蹲着身子，所以胸前风光一览无余。赵浩嘴角挑起一抹狞笑，你光着腿出来，说明你年轻无极限，不怕冷啊。我也是为你好，你也知道，能住在这个酒店的都是一些有钱人。待会路过看到你的手艺，你今后的路子就宽了，不愁没生意。女孩顿时不知道。 该怎么办了？老娘刚花了几百块钱做的指甲，竟然用来给别人洗脚，想想都难受。而且我虽然是鸡，但也是一个有尊严的鸡，怎么能给男人洗脚呢？虽然这个男人长得很帅，但也不能践踏我的尊严。忽然，他灵机一动，想到一个办法：老板，能借你厕所一用吗？我忽然想上厕所。 赵浩在心中暗自一笑，这点小伎俩还能瞒得过他吗？于是他点了点头，放那个女孩进来。看着她进入卫生间后，赵浩将门反锁，并且给梁山发了一条短信，让他多叫点人过来，在安全通道等待消息。不要以为我来砚台市人生地不熟，别忘了我还有一条地头蛇。上次苏佳宇遇到麻烦，梁山请来了他的朋友二虎。 这位哥们儿别的不说，在砚台市人脉还是杠杠的，随便打个电话就能摇来十几个人。梁山那边回复了一个好，赵浩也就放心了，来到卫生间门口敲了敲门：“美女，怎么称呼啊？你叫我香香好了，香香，我还臭臭乐。”赵浩忍不住的笑了一声：“那你们是怎么收费法呢？老板长得这么帅，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所以给你打个五折吧，收你八百块包夜。女孩在里面很快发完短信，整理了下衣服，让该露的位置更加暴露，随后便走了出来。赵浩和他保持着距离，但他现在却不笑了，而是面色铁青。说吧，是谁派你来的？女孩还没反应过来，眉宇间神色阴晴不定。老板，你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我们先去洗澡吧。 然后赶紧开始。赵浩的一只骨节分明的手搭在了桌上，另一只手握着手机。你不说也没关系，我会查清楚的。但那样的话，我可能不会轻易放过你。女孩感觉是太越来越不受控制，干脆直接开始脱衣服，打算强来。等他叫来的人闯进来之后，拍完照片，他的任务也就完成了。赵浩很淡定的看着他脱掉了衣服，只剩下内衣。 那玲珑丰满的曲线展现的淋漓尽致，不过赵浩一点反应都没有。在娱乐圈看到了那么多女星，再看这些平日生活中所谓的美女，只会觉得索然无味。等女孩脱完衣服，看现赵浩还是一动不动，她有点慌，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两人就在房间一言不发，女孩在等他的人来，而赵浩也在等梁山教的人来。 终于还是赵浩打破了沉默。你光着身子不冷吗？去床上躺着吧。女孩眼前一亮，嘿嘿的笑着。我就知道，老板你对我还是感兴趣的。其实我在我们行业还是很有名的，那些老板都夸我身材好，技术也很棒。我感兴趣？你妹啊！我是在等警察啊！赵浩不耐烦的咂舌。本来今天坐了两趟飞机，已经够累了，结果还遇到这破事儿。 他的心情也不是很好，女孩的语气骤然变冷，你居然敢报警，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这时候，外边响起一阵脚步声，女孩绷着脸说了一句“你完蛋了”，然后光着脚跑到门口，打开了门。这都是你自找的，本来我可以先让你爽一爽，然后再勒索你一笔，现在直接跳过了第一步，你就等着吧。门外来了几位大汉。 和赵浩想象中一模一样，这群人是玩仙人跳的。哥，就是他把我衣服都扒光了。女孩委屈巴巴的对着手机说道。很明显，那部手机开住拍摄功能。混账，居然敢欺负我妹妹！几个男人走了进来，将赵浩团团围住。也不知道这个桥段让他们赚了多少钱。大哥，这个人感觉有点眼熟啊，好像是某位明星。 眼熟你妹啊！长得帅就是明星了。为首的男子气势汹汹道：“你打算出多少钱解决这件事？”赵浩用手势比划了一个八。男子抖了抖的眉毛：“八千块可打发不了我，大冬天的，我们这么多兄弟过来，油费、辛苦费，还有你欺负我妹妹，就值八千块钱。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八百块。刚才那女的不是说吗？可以给我打五折。” 只收我八百块钱，现在你们就出去吧。完事儿之后，我会把钱给他的。赵浩已经看见梁山和二虎等人出现在了房间门口，尤其是二虎那张脸凶神恶煞，只是看一眼就觉得很害怕。幸好是友军，如果他是来玩仙人跳的，赵浩或许真的会有些害怕。你 TM 是不是觉得我在跟你开玩笑？男子抽着烟。 将烟雾吐在了赵浩的脸上，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他将烟头用力往地上一扔，骂了一句：“M D，把他衣服给我扒了。”刚说完，这男子身后一只有力的大手猛地朝他脑袋扇了一巴掌。他奶奶的，龟儿，你混哪条道上的？不认识，这是赵总。二虎骑在了那男子的身上，等到男子看清楚二虎的长相后。 顿时吓了一跳，虎虎爷你怎么来了？我还以为是谁，原来是你小子。二虎这语气显然是认识这名男子。虎爷都是误会，我不知道他是你朋友，要是知道，给我十个胆子，我也不敢招惹他呀。那个女孩就是再笨，也能想明白事情已经彻底变了。现在不是能不能拍到照片去领另一半酬金的事。 而是能不能全身而退都是一个问题。赵总，你莫受伤吧。梁山自责道：“都是我的问题。”知道你现在是明星了，应该给你安排几个保镖才对。你是明星？我说怎么看着眼熟？女孩恍然大悟。赵浩没理会他，而是让二虎把幕后指使者给问出来。二虎让人把门给关了，带他们去了一趟浴室。 听到里面此起彼伏的惨叫声，就知道那伙人免不了被揍了一毒。没多久，二虎拳头带血的走了出来。不好意思，赵总，待会可能得换个房间，不小心把你浴室给弄脏了。哪里的话，真是麻烦你了，让你专门跑一趟。赵浩也聪明，虽然二虎对他的态度很尊敬，但他知道这些人都是性情中人。如果你一直是高傲的姿态，把他们惹急了，也会咬你一口。 但如果你很随和，他们对你也不会差。老梁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开车就过来了。当时正好和几个兄弟在附近酒吧喝酒，顺路过来而已，不麻烦。二虎顿了毒，又继续说道：“我刚才问出来了，他们说是一个叫张少伟的人找到的他们。至于这个张少伟是谁，就不太清楚了。查人这种事情，让蒋东晨去处理最合适不过。” 他对梁山说道：“你让蒋东尘查这个号码，把这个人的底细给我查清楚。我倒要看看是谁对我这么感兴趣。”梁山应了一声后，连忙给蒋东尘打去电话。赵总，这些人怎么处理？二虎指着浴室里那些被揍得鼻青脸肿的人问道：“法治社会还想怎么样？总不能把他们带去工地灌水泥吧？”赵浩明明长得这么帅，看上去人畜无害的样子。 嘴里说出这样的话，还是让人感到害怕。尤其是刚才那个女孩，真是后怕无比。要早知道赵浩这么有背景，他说什么也不敢威胁他。没过多久，蒋东辰那边便有了消息。赵总，这个人是这东方科技公司的一名经理。这个公司我也查了，老总叫翁峰，旗下的股东中有一个叫翁彤，你应该认识。之前有期节目。 你们还同框出现过。蒋东辰的记忆很好，他虽然是个技术宅，但也很爱娱乐圈的事情。这些热度很高的综艺节目，他自然是不会错过。所以赵浩和楚庆上的那期五哈节目，他也记住了那个庄园的女老板，正是这个叫翁彤的女人。原来是她呀、啊！赵浩顿时就想明白了，我就说我刚来砚台市，怎么就会有人来找我麻烦？ 如果是他的话，我就能理解了。梁山在一旁问道：“赵总，要不要找人给他制造点麻烦？”这里是人家的地盘，至东方科技公司在砚台市也算是老牌企业。这件事就让我自己来处理吧。梁山担心道：“可是你也看见了，他都敢找人来玩仙人跳，保不齐还有其他更损的阴招。万一让你受伤了，我可怎么？” 跟老板娘交代，放心吧，如果是他的话，我反而会放心许多，他不会让我受伤的，他只是想让我乖乖就范，他要的东西你想都想不到。赵浩面无表情，唇角有着一抹自嘲。TMD 是想要我的身子，嗯、呃，原来是这么回事。梁山忽然想起上次赵浩来砚台市的时候，是跟他说过有几个美妇人对他感兴趣。 看来长得帅烦恼也挺多的，那现在怎么办？那边联系不上这伙人之后，肯定知道事情败露了，接下来不知道会搞什么动作。赵浩脸庞的笑容更浓了几分，他不是想陷我吗？那我就去找他，正好他之前答应过我，给我投一笔钱让我投资新城区，如果这件事处理好了，说不定我们就有一两个亿的投资。 梁山脸色慎重起来：“赵总，你不会是想出卖色相吧？要是老板娘知道了，跪搓衣板肯定免不了。”赵浩吐了一口浊气：“你开什么玩笑？我怎么可能出卖色相？语言的魅力往往能够让人无条件的信服。准确的说，我是去忽悠他。当然了，这也不算是忽悠，毕竟这个项目肯定能赚钱，到时候他还要感谢我。将那伙人赶走后。” 赵浩换了一个酒店入住，等到第二天早上，他拨通了翁同的电话。因为换了手机号，所以翁同接到电话之后，还没意识到对方是赵浩。喂，你好，哪位？我的声音听不出来了。赵浩挑起一抹狞笑。赵浩，我是万万没想到你会主动给我打电话。翁同的眉宇间神色阴晴不定。你昨晚派人来找我，我实在太困了。 叫人把他们收拾了一顿后，就先睡了。这不，早上起来我就连忙给你打个电话，想问问你有什么急事，非要大晚上叫一群人到我房间来找我。你莫报警吧。”翁同略显紧张的问，又低声辩解道：“这件事之前我真不知情，我只是让我的人调查你在干嘛，并莫让他叫人来威胁你。”赵浩也懒得去拆穿他，只是淡淡的说道。 我们约个时间见面吧，地点你定，我来赴约。翁彤有些吃惊，内心也有些隐匿的愉快。昨晚发生了那样的事情，你还敢来赴约？你就不怕我吃了你吗？我如果怕你，昨晚我就已经报警了。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你或许只是想见我，担心我现在的身份不会来，所以就换了一种方式。赵浩为了拉投资，也是煞费苦心，他做这么多。 全都是为了缩短和楚家的差距。等到未来的某天，楚庆的父母和他见面的时候，他才可以很自豪的展现自己的身价。门当户对是每个父母的期望，也不能说人家是势利眼。谁愿意自己的宝贝闺女去嫁给穷小子过苦生活呢？眼前的女人穿着宽松中长的黑色套裙，展现出她那完美的身材。这不是青涩含羞的那种身材。 更像是熟透的苹果，又如盛开的菊花一样，有渴望，也有欲望。赵浩是从翁同那炽热的眼神中看出来的。这么久没见，他的脸蛋还是那样，随时有一抹潮红。消停点，这是在外边，不是在酒店。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裙子下面塞了什么奇怪的电动玩具。赵浩已经不忍直视，干脆避开了他那炽热的目光。 还不是怪你。自从你一次次拒绝我之后，我发现我对你的喜欢更加浓烈。我太想征服你了，即使知道你可能有女友了，但那也无所谓。翁同想去握赵浩的手，但被后者直接不客气的避开了。你无所谓，我有所谓。我对我女友的忠诚，欢迎接受任何人来挑战。我的心要是动摇了一下，就算我输。赵浩深邃的双眼之中。 闪过两道凌厉的金光。我先说说，我来砚台市是来办正事的，时间不多，过几天就会回去，所以希望你不要来打扰我。其次，既然我们以这种方式见面了，那我正好想和你谈谈关于上次跟你说的投资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翁同割下了筷子，直悲微笑道：“你们男人可真有意思，一边对我爱理不理，一边又来管我要钱。” 真把我当富婆了，这可不是管你要钱，而是帮你赚钱。不管你信不信，我那个项目自己已经投了两个亿，到时候如果真赚钱了，你又没参与，只怕是会眼红。翁同冷哼一声：“几个亿的小项目，你觉得我会眼红吗？要我投资也可以，你陪我睡一晚，别说几个亿，就是十几个亿，我也给你投。” 赵浩的嘴角噙着捉摸不透的笑意，一晚上十几个亿，我赵浩何德何能值这么多钱？赵浩知道这个方法行不通，便只好用另一个办法。他是喜欢 Plan B 的人，做任何事情都有备用方案。少废话，要么答应我的要求，要么就自己离开吧。至于我还找不找你，那是我的事。不要以为你认识几个人就能耐。 我上面有人，无论我干了什么，都能相安无事。翁彤很有自信，这源于他的经济实力和在燕台市的人脉。赵浩没有任何心情起伏，只是指着他的手机说道：“你看看，你手机是不是连着 WiFi？” 翁彤疑惑的看了眼手机，是又怎么了？那就好，我真担心你摸开无线网呢。赵浩意味深长的笑着，低头看自己的手机。 看到蒋东晨给他发了一条短信，上面写着：“赵总已搞定，你什么意思？”啊？翁同就是再笨，也感觉事情不对劲，于是赶紧将手机的 WiFi 功能给关了。可已经晚了，就在附近的蒋东晨早就将这里的无线网络给篡改了，变成了他自己设置的无线网络，并且不用输入密码。 任何开启 WiFi 功能的手机都会自动连接这个网络。一旦连接，那么它就可以进入到这些人的手机中，看到他们的照片、短信，还有其他的任何东西。很容易发现对方的破绽。而翁彤这个人有很多特殊的癖好，他喜欢小鲜肉，喜欢当女王，还喜欢将这些过程拍照记录下来。当蒋东晨将这些照片发给赵浩看了后，他还蛮吃惊的。 这尺度也太大了，而且翁同这身材，啧啧啧，也是绝了。其实我不想威胁你，但我刚才忽然收到了一些照片，你要不要看一下？赵浩将那些照片给翁同看之后，后者咬着牙，感觉有点手足无措，又有点害羞。是我小瞧你了，还以为你只是一个单纯的小鲜肉，没想到手段如此老练。 翁同深棕色的眼睛陡然冷凝，赵浩以为他要发火，没想到他却说：“看见姐的身材了吗？正常男人看见后都应该有点反应吧？你不会是喜欢男人吧？否则干嘛跟个木头人一样毫无感情？说没感觉那是假的，但我很爱我的女友。这个社会的却存在很多诱惑，但我不吃那一套。”赵浩面色平静，说实话。 你对我还不错，就是太极端了点。我并不想伤害你，但我确实差一笔钱，所以只好用这个方式来威胁你。距离公布新城区的规划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等文件公布后，那片区的房价不会涨，但那些人肯定也不会再卖。谁也不傻，坐等拆迁不好磨，干嘛要以低价把房子给卖了？翁同想了很久，身体靠前。 将那秀美挺拔的胸搁在了桌面，随后长叹一口气：“好吧，我答应你了。不是怕你将那些照片公布出去，而是真的蛮喜欢你的。谢谢童姐，你相信我，这笔投资很快就能见到效果，以及也谢谢你的喜欢。但我很爱我的女友。”所以，赵浩一脸认真的说道：“是那个叫楚庆的女孩吧？”翁童端起酒杯喝了一口，上次你们录节目的时候。 我就看出来了，加上你来砚台市的时候去看他的演出，那时候就感觉你们关系不一般。既然已经被知道了，赵浩也没想藏着掖住，他不可置否的点头。是啊，她是一个宝藏女孩，而且他们家挺有钱。我现在的身份根本配不上她，所以我才想一定要努力赚钱，让自己更优秀。翁童点了一根细烟，抽了一口后。 缓缓说道：“他们家来头可不小，如果你真想和他到谈婚论嫁的程度，还有很长的距离。”赵浩疑惑了一声：“童姐，你知道他们家的情况？算是吧，我爸和他爸算是朋友，我们两家平日有时候也会聚餐。楚庆比较忙，所以我几乎没怎么见过他，但是他父母我倒是见过几次。”赵浩兴奋道：“那太好了！” 我也不好直接去问庆庆他们家的情况，这样我就不知道我的奋斗目标应该定到什么程度。童姐，你保守给我说个数字。翁童想了想道：“他们家海内外资产应该在五十亿以上吧？五十亿对于普通人来说确实是天文数字。如果每个月收入一万，要四一六七年才能赚到这么多。好家伙，相当于从夏朝初年。” 经历商朝、东西周、春秋战国，再到现在，才能赚够这五十亿。可人家的资产却还在猛然上涨，所以有些差距不是靠努力就能弥补的。烟台市新城区这个项目，赵浩预计能让他赚二个多亿，但还是不能弥补这段差距。不过也不着急，日子还长，靠着系统赚五十亿应该不成问题。强扭的瓜不甜。 既然你对你女朋友这么忠心，再加上她爸和我爸是朋友，要是把你给睡了，她肯定跟我没完。翁彤喘了一口粗气，又继续说道：“答应你的投资，我会说到做到。你什么有时候有空到我的公司来找我吧，我们签合同。”赵浩感激的点了点头：“谢谢彤姐，那些照片我待会儿就会删了。不，你还是留着吧，每天看一看。” 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突然对姐的身体感兴趣，到时候一定记着跟我打电话，无论你在哪儿，我都来找你。赵浩尴尬的笑了笑，这女人的心得有多大、啊？这些艳照要是公布出去，别说是他，可能他们整个公司都会受到影响，而他却毫不在乎，又或者是他对我特别的信任。遇到这么一个人，赵浩一时间不知道是应该觉得幸运。 还是随时胆战心惊，害怕他什么时候下药。第二天早上发现光溜溜的躺在床上，清白都没有了。等到翁同离开后，蒋东辰从另外一张桌子起身，坐到了赵浩的对面。赵总，情况怎么样？你我联手，事情还能办差吗？赵浩心情大好，吃着牛排，喝着红酒。他同意投资了，答应投多少钱？ 蒋东晨激动的问道：“一两个亿吧。”他还说：“如果我陪他睡一晚，投资十几个亿都没问题。”赵浩得意的笑着，他一下子把我的身价提高了不止一个档次。蒋东晨惊呼道：“我靠，古人诚不欺我！我一直以为一夜值千金是假的，没想到居然是真的。”赵总，要不你把我的照片发给他，看他对我感不感兴趣？我愿意为公司牺牲色相。 多拉点投资，赵浩长声大笑道：“你就美吧，那女人要求高着呢，有一两个亿也够了。我们前面这么长时间，一共才投了两个亿，可惜啊，这么大个新城区，几十个亿的生意，没本钱就只能啃点骨头。”下午的时候，赵浩带着苏家与去翁同的至东方科技公司签了合同，成功拿下二亿多的投资，这笔钱的注入。 让华丰德产上上下下的员工们跟打了鸡血似的，又继续开始疯狂购房。那些琐事赵浩一般都不参与，他答应了苏家宇要去拜访他的父母。两人来到燕台市最繁华的商圈，找了一家珠宝店。赵浩进去之后，开启商业之眼，眼前密密麻麻全都是数字。黄金还能保值，这些钻石是真的没什么意思？成本价那么低？ 却能卖着魔鬼，赵浩不禁感慨道：“任何一个商品，只要赋予了意义，就能以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格卖出去。以前的钻石并不值钱，值钱的是黄金。但是有人给钻石赋予了爱情永恒的意义之后，价格直接提升了几百倍。包括那些奢侈品也都差不多，只要利用品牌效应，故意把价格提高，让有钱人买得起，穷人买不起。” 这样就能让有钱人体会到身份高贵，奢侈品也是最直观，能够让人辨别出是否是有钱人的东西。柜姐看见他们，连忙迎了上来：“你好，是来看黄金还是钻石？其他珠宝的话，我们这边也都有，款式很多，随意挑选。”赵浩直接让他拿了一些金块来，用手机查了查，最近黄金的价格跌了不少，正是抄底的好时候。 于是就多买了些，然后又去渔具店给苏家宇的父亲买了一套上好的钓具。去往苏家宇家的路上，赵浩开住车，苏家宇坐在副驾驶。从刚才我就感觉你想说什么，但一直是欲言又止。赵浩盯着前方说道：“感觉老板去家里吃饭有点奇怪，而且还买了这么多东西去看望我父母。到时候万一我老爹老妈想多了怎么办？你就直接跟他们说呗。” 说我是你老板，只是来砚台市出差，顺便去看看你的家人。”赵浩说道。苏佳雨想到他老妈就头疼，你可能不知道，我妈这个人特别难相处，我担心要是待会儿她给你脸色看怎么办？”赵浩大笑道，“开什么玩笑，我给她送这么多黄金，感谢她生了你这么优秀的一个女儿，她高兴都来不及，怎么会给我脸色看？”苏佳雨恍然大悟。 说的也对啊，那就没事了。对了，老板，你和老板娘拍的那部电影很快就要上映了。最近我看到很多短视频都在播放电影中的片段，应该是在提前做宣传。赵浩脸颊扬起了得意的笑容。你觉得我和庆庆的这部电影票房大约能卖多少？猜不出来。不过以阿庆的影响力，我觉得至少得四个亿起步。等第一批去电影院看完的人回来。 如果觉得好看，肯定会给这部电影打高分，并且安利身边的朋友也去看，那样的话票房就更高了。苏佳雨浅浅一笑，脸上露出了可爱的小酒窝。现在每天都能在网上看到你和阿庆的镜头，而本尊就坐在我面前，这种感觉好奇妙呀！大明星居然是我的老板，赵浩还是很谦虚，我不是大明星，我进入娱乐圈只是为了陪庆庆。 仅此而已。拍电影、唱歌、参加综艺节目，这些赚的钱哪有做生意来得快？你看我最近四个月参加了综艺节目和电影拍摄，累死累活，到手也就二百多万。但你看双星餐饮公司这四个月赚了多少钱？苏佳雨羡慕道：“之前一直觉得你能和阿庆谈恋爱是你的幸运，现在反而觉得阿庆也挺幸运，能遇到像你这样。” 完全替他着想的男朋友赵浩听了后，只是默默一笑。他的脑海浮现出楚庆的脸庞，不知道庆庆是不是也这样想。来到苏家雨的家门口，赵浩显得很淡定，反倒是苏家雨感觉有点紧张。这也太像是见家长了。他犹豫了一下后，还是敲响了门。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人一直守在门口，在门敲响的一瞬间便打开了。 一位妇人的脸出现在赵浩的视线中，伯母你好，你是赵总吧？快进来坐。苏家宇的母亲比他描述的看上去要和善许多。屋内已经做好了一大桌香喷喷的饭菜，厨房里边苏家宇的父亲还在忙碌，这让赵浩忽然想起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回家看看，叫我小赵就好了，我还没苏家宇大呢。 赵浩被安排的妥妥当当，刚进屋换上鞋后，苏母没有着急带着赵浩在饭桌入座，而是领到了苏家宇的房间。既然你不介意，那我就叫你小赵好了。”苏母热情的说道，“我女儿从小就聪明，在学校各中奖都拿了一遍。这是她小时候的照片，这是她中学时候的照片。”赵浩小声跟苏家宇嘀咕道：“你妈在干嘛？哎，每次有男性朋友到我家来。” 我妈都这样，估计是想让我早点嫁出去，省点她看着心烦。苏佳瑜抿了抿嘴唇，尴尬道：“老板，要是我妈待会说什么奇怪的话，你就听听，别当真啊。”赵浩心想，不就是吃顿便饭吗，能说什么奇怪的话？结果到了饭桌，当赵浩把金条和钓具拿出来时，苏父还算淡定，但苏母眼睛直冒光。 接过沉甸甸的金条，便直接问了一句：“小赵，给你介绍个老婆，你要不要？”噗，赵浩没想到饭桌上开口第一句便这么有分量，还没等他回答，苏佳雨眉头皱了皱：“妈，他是我老板，注意点分寸。老板怎么了？老板也得讲究个人问题对吧？谁说当老板就得打光棍？我反倒觉得，老板应该早点成家。” 这样家里和谐了，有个女人打理，那生意场上就能一帆风顺，对吧？这话说的倒有几分道理。赵浩只好连连点头。阿姨，你这红烧肉做的还不错。哎呀，小赵，你别转移话题。既然你都给阿姨送了这么贵重的礼物，那阿姨肯定得帮你做点事情，不然这些东西拿到手里，心里也不踏实呀。眼看着事情就快一发不可收拾。 苏家宇赶紧说道：“妈，人家有女朋友了。”赵浩赶紧点头：“对对，谈了两年多了，我们很恩爱的。”苏母略显遗憾的叹了口气：“啊，这样啊，可惜了。我还说，如果你莫谈恋爱的话，把我女儿带走都没问题。走之前，我还帮你把她重造一遍，什么做饭、洗衣啊，全都教会。”哎呀，妈，我是你女儿啊，又不是奴隶。 你有那么嫌弃我吗？之前玄口口声声说我是你的宝贝呢。苏佳雨翻了一个白眼，惹得他老爹老妈哈哈大笑起来。小赵你别介意，我们家的氛围就是这样，吵吵闹闹,闹才热闹。赵浩想起了自己的父母，他们从一开始就很反对他读艺校，觉得随随便便考个本科，毕业后找个简单的工作能养活自己就行了。 他的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父母都是镇上的人，没什么文化。这段时间之所以一直没回去，是因为读书之前他和父母大吵了一架，就连上学交的学费也都是靠助学贷款。来上学的时候，生活费都没着落，还好系统出现了，帮了他太多的忙。再者就是这段时间确实很忙，也没时间回去。吃着热腾腾的饭，赵浩顿时有点想父母了。 虽然他们固执的一点，死板了一点，但毕竟是亲生父母，血浓于水。小赵，你在想什么呢？没事，我只是忽然想到我父母了。我有十个多月没有见他们，也没有打过电话联系。赵浩面色凝重的说道：“有时间还是回去看看吧。虽然不知道你父母是什么样的人，但你毕竟是他们的孩子，是他们的亲生骨肉。可能他们嘴上说着……” 不在乎你，但心里其实还是想着你。苏母摸了摸赵浩的头，他和赵浩只见过这一面，但是能够感觉赵浩是外表坚强，内心还是很柔弱的人。这一摸差点让赵浩破防了，他确实有点想家了，有空回去看看他们吧，说不定他们也一直在等你主动去找他们。谢谢阿姨，就冲你这句话，我感觉这些黄金没有白送。 果然，传到解惑需要长者来。身边的同龄人也跟我说过这些，但我都没什么感触。苏佳宇深吸了一口气，他有点自责，自己在赵浩身边这么久，都没注意到这些细节，也没听赵浩提过他的父母。身为秘书，不仅仅是工作上的事，生活中也应该替老板考虑。赵总，需要我为你订明天回去的机票吗？你的行程是在周五。 如果明天回去的话，还有两天的时间可以陪伴家人。赵浩笑道：“我刚才已经做好了决定，还准备待会吃完饭让你帮我订机票。没想到你提前想到了，这就对了嘛，马上就要过年了，亲人之间能有什么恩怨呢？回家看看，什么问题就都能解决。”苏父早就端好了杯子，正愁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捧杯，这下好了，终于让他抓住了契机。 团团圆圆最好了，来，我们来前一杯。赵浩举起了杯子，心中已经有点期待。回家时，父母看到他的变化，会有什么反应？夜晚，赵浩回到酒店，在阳台上给楚庆打电话：“宝，还在忙吗？没有啊，我在家里休息。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我好想你。”啊。赵浩眯了下眼，然后露出了一点笑容：“我明天上午就会回直江市。” 但是我可能不能来陪你，我要回家一趟，回去看父母吗？楚庆问道。是呀、啊，我已经有四个多月没回去了。楚庆是知道赵浩和他的父母有点小矛盾，之前他们还在网恋的时候，赵浩就将这些事情跟他说过。我支持你，所以明天我陪你一起回去。啊？真的吗？赵浩有些激动，那可是去见我父母，你就不害怕？ 这有什么好害怕的？反倒是你的父母见到我之后不会不自在吧？赵浩很直男的说道：“别担心，他们很少看电视的，所以可能不太认识你。”哼，如果什么时候我看见有培养情商的课，我一定给你去报班。啊、呃，难不成我又说错话了？第二天上午，赵浩就已经从砚台市飞回直江市，回老家只能乘坐大巴车。 正好机场有客运站，所以他就在机场等楚庆一起回去。这丫头应该到了啊，难不成堵车了？赵浩看了眼时间，还有半小时就发车了，还不见楚庆，不免心中有些着急。正当他准备给楚庆打电话的时候，忽然有一个戴鸭舌帽的女孩走了过来。“你好，能帮我签个名吗？我是你的粉丝。”“不好意思，我在等人，他可能马上就要来了。” 所以不能给你签名了。赵浩一心在想楚庆还有多久才到，所以根本没注意这个人长什么样。才刚走红没多久，怎么就有脾气了？签个名又怎么了？女孩依依不饶的说道。赵浩轻叹了一口气，好吧，我来帮你签。他抬起头，却发现眼前的女孩好像有点眼熟。等他认出来后，不禁大吃一惊，哇！ 亚洲邪术啊！你这化妆技术堪比整容了吧？我完全都没认出来。没错，刚才找他要签名的女孩就是楚庆。他今天的化妆技术可谓是伪装的最成功的一次，以至于他走到赵浩面前时，赵浩压根就没认出他来。嘿嘿，这样的话就不用担心在路上被人认出来了。楚庆这次是轻装出行，只背了一个包和拿了一个小行李箱。 找个地方，你也帮我化一个妆吧，不然的话，在大巴车上我怕有人认出我，顺便也把你给认出来了，到时候引起骚动就不好了。赵浩赶紧带着楚庆来到机场的 VIP 休息室，趁着大巴车还没出发之前，给自己做了伪装。不得不说，楚庆这化妆技术比那些专业的化妆师还要厉害。对着镜子，赵浩都认不出自己来了。 一切都准备就绪后，两人便乘上了大巴车。车上的人不多，现在都是县城的人往城里走，很少有城里的人回县城。除了遇到节假日，那些学生回家看看外，就很少有人回去了。赵浩的老家在直江市周边的沙坪县，坐大巴车要一个多小时。楚庆的印象中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坐过这种大巴车，车上的臭味让他不禁皱起眉头。 但是赵浩在他身边，他也不好表现的很矫情，所以只好忍着。赵浩看着他闭着眼睛，鼻子时不时皱了皱，不禁心疼的说道：“对不起，宝宝，让你跟着我受苦了。”不用说对不起啊，本来也是我想跟着你一起回去，也不是你非要让我去的。就是这大巴车怎么味道这么大？啊？赵浩咳嗽了一声。我们那边比较穷，很多来城里的人都是来务工的，所以。 身上可能有点味道，戴上口罩吧，那样就闻不到味道了。楚庆觉得很有道理，戴上口罩后感觉好多了。随后又不禁想到赵浩之前过得太辛苦了，于是便牵着他的手。好在赵浩现在靠自己的努力，在短短半年内异军突起，可以说很多有钱有势的富家子女都没法在这么短的时间达到他这样的程度，宝宝。 待会儿要去见我的父母，你紧张吗？大巴车已经发车了，两人闲来无聊，便开始聊天。你不是说让我以朋友的身份去你家吗？所以没什么好紧张的呀。而且我相信自己能够处理好我和你父母的关系，他们肯定会喜欢我的。楚庆骨子里有重娴静和温柔，和他相处的人都很喜欢他，所以赵浩相信父母见到他之后，肯定也会喜欢他。 两人聊了会儿天，不知不觉都睡着了。再次醒来，是被车上的叫声给惊醒。师傅，我老婆身体很不舒服，感觉快不行了，怎么办啊？大巴车还行驶在高速路上，距离下一个休息区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根本不能停车。司机只能透过后视镜看了看后面的情况，有没有哪位乘客帮忙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至少还要四十分钟才能赶到最近的一个城区。车上的人大约有十来个，看见那名妇女躺在地上，一直喘着粗气。庞佛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却没人敢去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在这时，赵浩的脑海里响起了久违的系统提示声：叮，检测到宿主经历的事件，故衍生支线任务。任务 A：用自己现有的知识来拯救这名妇女。 奖励：个人魅力点加二，深入洞察一次。任务 B：系统赋予短时间医疗洞察能力。惩罚：未来的一次商业灾难。赵浩愣了一下，这次的系统跟之前完全不一样，居然还有惩罚，并且如果没有系统提供的短时间医疗洞察能力，仅凭他的知识，根本无法拯救这名妇女。如果给医院打电话。 他们也只能派救护车到收费站处等待。可是这里离收费站还有四十分钟。这名妇女看上去呼吸困难，可能随时都会死掉。浩浩，怎么办？她看上去好像快不行了。就在赵浩还在思考的时候，善良的楚庆已经来到了那位妇女身边。他之前参加一档综艺节目的时候学过一点简单的医疗知识，看见这名妇女满脸涨红。 大概猜到他应该是呼吸不顺，大家先让开，保持空气流通。赵浩来不及思考，也来到了妇女面前。他在脑海中大喊了一声：“我选 B。”一时间，赵浩感觉自己的视线发生了变化。原本对医学知识一窍不通的他，一时间神医附体。尽管这让他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比起人命，金钱就显得微不足道。 他发现妇女的喉咙被什么东西卡住，于是便问她的丈夫：“刚才她是不是在吃什么东西？”女子的丈夫想了想后说道：“我老婆刚才好像在吃话梅。”然后大巴车急刹了一下之后，她就变成这样了，应该是被话梅的核卡住了喉咙。如果不及时处理，她就会窒息而死。赵浩表情严肃，然后搀扶起那名妇人，站在她的身后，从背后抱住其腹部。 双臂环绕起腰部，一手握拳，拳心压住他的肚脐和肋骨之间，随后双手急速用力向上挤压，反复了好几次。那位夫人干呕了一声后，变成喉咙里吐出了异物。他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慢慢恢复，呼吸也变得流畅起来。哎，好了，我老婆好了，谢谢你啊，你可真是观世音菩萨在世，我给你磕头了。 妇人一把鼻涕一把泪，正准备给赵浩跪下时，赵浩连忙制止：“没事，举手之劳而已，正好我学过海姆立克急救法，正好用上了。好人一生平安，小伙子，谢谢你啊，没事，你们快回座位上坐着休息，车悬开着呢，小心别摔倒了。”赵浩将妇人搀扶回位置坐好后，也回到了自己的位置。楚青一直盯着他看。 眼神中流露着崇拜，哈哈，你也太犟了吧？有什么是你不会的吗？赵浩摸了摸后脑勺，这是我之前看《人在囧途》店员的时候学的知识，碰巧用上了。幸好不是什么突发疾病，不然就算车上有医生，也没有相应的医疗器材进行治疗。楚庆将头倚靠在了赵浩的肩膀，有这样的男朋友实在太有安全感了，能文能武。 还有医学常识，我在想会不会是我高攀你了？赵浩被楚庆逗得哈哈大笑，他温柔的将楚庆的长发撩到脑后，然后说道：“既然作为国民女神的男朋友，那我肯定得德智体美全方面发展才行。”啊。楚庆捂着嘴笑着，随后又抬起头来：“其实你不用这么累啊，人无完人，不一定什么都要做到完美，那样活着也太累了。” 我们两人已经在一起了，只要健健康康的就好。两人又聊了一会儿，楚庆之前工作太忙，所以就睡着了。赵浩还在想惩罚的事情，未来的一次商业灾难究竟会是什么程度？这让他的心里十分莫底。如果这几个月的努力最后毁于一旦，那也太亏了。正当他还在惆怅时，脑海又响起熟悉的系统提示声，又来。 这次系统任务怎么时间间隔这么短？丁，隐藏任务，金钱 or 生命，检测已经完成。鉴于宿主的正确选择，成功解救了一位普通人的性命，故取消惩罚。奖励大转盘开启中，这个东西还是第一次出现。账号也有点猛，这就不惩罚了。 忽然，他感觉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圆形的大转盘，转盘被分成了十八份，每份都对应着一个奖励。具体奖励是什么，他看不见，不过总觉得无论里面开出什么，肯定都是好东西。大转盘下面有一个数字一，代表了他有一次抽奖的机会。请问宿主是否现在就开始抽奖？抽！现在就抽！ 赵浩已经有点迫不及待，随后他的脑子像在做大摆锤一样天旋的转，不过人倒是不晕。最后指针指到其中一个板块，后面的画面就像是游戏中打开礼盒一样，恭喜宿主获得先入为主技能，可对任何人使用。好家伙，好像抽到了某种不得了的东西，这个先入为主技能又是什么玩意儿？ 赵浩在脑海中问道：“系统，解释一下这个先入位主技能要怎么使用？”话音刚落，系统的机械女声便在赵浩的脑海传来：“先入位主技能可以对任何人使用，你可以给对方设定一个他对你的印象。当你们接触的时候，对方就会根据你设定的印象来和你相处。比如，你可以直接对你的女友设定，你是她的老公。” 那么他就会认定你们已经结婚。友情提示：设定最好是小范围内，比如你设定你是全球最火的明星，那也只是针对被你使用过技能的人这样认为，其他人并不会这样以为。久而久之，被使用的人也会怀疑对你的印象，技能也就失效。赵浩听明白了，这个技能用去当间谍还挺合适。至于系统说的。 让庆庆对我的印象是老公，那也太不人道了。我绝对不会对庆庆使用任何技能来增强他对我的好感。这种感情并不是因为双方喜欢，而是运用了高科技，也就失去了灵魂伴侣的意义。不过，如果我和庆庆的父母见面的时候使用这个技能，让他们其中一人觉得我是好女婿，那样的话，就至少有一个人能够帮我说话。如此想来。 这个技能实在太有用了，赵浩兴奋的不像话。本来他一直很担心和楚庆的父母见面的事情，有了这个技能之后，至少稳了一半。大巴车很快到了沙坪县客运中心，宝宝快醒醒，我们到了。赵浩一直保持不动，因为楚庆是枕着他的肩膀睡着的。嗯，到了呀。楚庆还有点没睡醒，睡眼惺忪的样子十分可爱。 浩浩，你的手怎么这么冰啊？被你压久了，可能血液不循环吧。楚庆猛然坐直，呀，那你快甩甩手，我给你搓一搓。没事，待会儿就好了。我们先下去吧。两人下车后，看见刚才被赵浩救下的那对夫妇就站在不远处，好像在等他们。你们还没走呀？赵浩牵着楚庆的手走了过去，我们在等你。 你救了我老婆，不知道要怎么感谢你。刚才在车上人多，怕你们害羞不肯收下，这一千块钱算是感谢费，真的太谢谢你了。说着，男人就把那皱巴巴的钱强行塞进赵浩的口袋。赵浩当然不会收，和男人半躲半推。楚庆从小在城里长大，没见过这种淳朴的风情，看起来两个人像在打架似的，还有点被吓到。大叔，真的不用。 我救人不是为了钱，你要是非色给我，我可就生气了。男人豪迈的大笑道：“行，再扯下去钱可能都会被扯烂。既然你不收钱，那我总的知道你的名字吧？我叫赵浩，赵云的赵，昊天的浩。”男人先是点点头，随后眉头皱了皱，回头跟那位妇人说道：“我记得赵老狗他们家的儿子好像也叫赵浩，是啊，名字都一样。” 真是有缘分，妇人感慨道。赵浩的表情立刻变得服然。你们刚才说赵老狗是不是叫赵斌？对，没错，赵老狗就是赵斌。他以前特别爱养狗，所以大家都喜欢叫他赵老狗。农村的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外号，名字越健，寓意是身体健康，活得长久，并不是骂人的意思。浩浩，你认识那个赵老狗？ 不知情的楚庆看见赵浩的表情不对，于是问道：“赵浩吸了下鼻涕，点了点头。赵老狗就是我爹啊！”啊，楚庆被吓了一跳，连忙说道：“哎呀，闹乌龙了，还好叔叔不在这里。”不过很快两人意识到一个惊天大问题：既然这两个人认识赵浩的父亲，说不定他们是朋友。而刚才赵浩和楚庆两人手牵着手。 显然是情侣关系，啊？难道这次要被迫见家长了吗？楚庆的心里有点紧张，也有一点兴奋。果然是明天和意外，永远不知道谁会先到。你是赵老狗的儿子，这也太巧了吧！我就说，刚才在车上就感觉你长得很眼熟。你小时候，我来你们家的时候还见过你，几年不见，当年的小伙。 长得这么帅了，赵浩有点尴尬，因为他没有认出这两个人是谁。不好意思，叔叔，我记性不太好，不知道你和我父亲是朋友还是远方亲戚啊？为什么专门强调是远方？因为如果是亲戚的话，赵浩肯定认识。我和你爸之前一起开货车的时间，比你现在的岁数都还要大。只要不是亲戚就好，他应该不会跟老爹说我回来了吧？赵浩刚松了口气。 旁边那位妇人就说了一句：“这妮儿长得真俊，跟电视上的明星似的。赵老狗这儿媳妇不错呀，说出去都倍儿有面子。”儿媳妇，楚青玉齿轻咬红唇，害羞的躲在赵浩身后。这个称呼听上去还挺奇妙的。赵浩本想辩解几句，但看现楚庆春风含笑的样子，就知道他好像对儿媳妇这个称呼还挺满意。 所以就没去扫兴，哈哈，是啊，我也觉得我爹这儿媳妇真不错。叔叔阿姨，如果没什么事，我们就先走了。妇人越看楚庆越顺眼，一边碎碎念自己的儿子还没讨到媳妇，一边又羡慕赵家的祖坟烧高香了，能讨到这么好看的儿媳妇。离开客运站后，赵浩还是有点担心那两个人会不会给他老爹打电话，那样的话就莫惊喜了。 浩浩，这次你占我便宜，下次我一定要占回来。楚庆主动牵着赵浩的手，一摇一摆，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完全不一样。你是儿媳妇呀？赵浩勾了勾嘴角，如果到时候真有那么一天，你会愿意吗？楚庆傲娇的扭了扭腰，那就得看你到时候向我求婚时，能不能把我感动了、啊。本小姐的要求可是很高的。 如果你的求婚仪式能够打动我，我就嫁给你。楚青是很真实的女孩，不喜欢藏着掖着，会把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说出来。两人之间这样相处，就会感觉比较轻松，不用去猜测对方在想什么。那你到时候可就瞧好吧，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宇宙无敌、最与众不同的求婚仪式，保证让你哭得稀里哗啦。 赵浩真的构思过自己向楚庆求婚时的场景，因为在脑海中构思过无数次，所以他才能答应的如此干脆。他有这个自信。走到马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赵浩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先到小区附近的农贸市场买了卤菜和水果。这个时间差不多到饭点了。父亲吃饭的时候喜欢喝酒，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都会喝一瓶。 浩浩，我要不要给叔叔阿姨买点礼物呀？第一次上门，两手空空，感觉不太好。如果是晚辈的话，还能直接给点钱，但对长辈，好像只能送礼物了。楚青刚开始还不紧张，越靠近赵浩的家，之前的伪装便无处遁形。你手中提出的水果，就算是礼物呗。我们这儿没那么多规矩，朋友上门吃饭，都很随意的。 如果买了礼物，反而像是见家长了。赵浩牵住楚庆的手，手心的温暖就是最好的鼓励。两个人有时候并不一定需要语言上的鼓励，有时候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是爱的表现。他们乘坐电梯来到家门口。赵浩已经有快半年没回家了。上学之前，因为和家人闹矛盾，所以这几个月也没给家里打过电话。 而他父母也很默契的没给他打电话。赵浩举起手敲门的时候犹豫了一下，这次轮到他紧张了。楚庆看见后直接敲响了门。别紧张，浩浩，他们是你的父母，虽然之前你们有矛盾，但他们肯定不会怪你的。进去道个歉吧，我陪你。屋内有人开始走动，脚步声音很明显。赵浩的心。 也跟着里面的脚步声跳动住。谁啊？屋内传来女人的声音。妈，是我。门猛然被打开，一位慈眉善目的女人模样出现在赵浩的视线中。儿，啊，你怎么回来了？洛源系着围腰，一把将赵浩给抱住。最近学校没事模式，想你们了，就回来看看呗。赵浩往屋里看了看，爸呢？ 爸在厨房弄鱼呢，你表叔送了一条草鱼，新鲜着呢。你还没吃饭吧？快进来吃饭。洛元抬头才发现，与赵浩同行的还有一个女孩，楚庆。哎呀，真是你啊！老赵之前看电视说，你们俩肯定在谈恋爱，我还不信。赵浩，楚庆，什么情况？不仅是赵浩，楚庆也一脸懵啊。 明明是地下恋爱，怎么父母都知道了？妈，小点声，别让邻居都听见了。赵浩赶紧拉着楚庆进屋，然后把门给关上了。赵斌在厨房就听到了赵浩的声音，听到楚庆来了，连忙从厨房跑了出来，连锅铲都忘记放，还拿在手中。爸，我回来了。赵浩本来还想煽情一下，跟老爹道个歉之类的。 他看见赵斌一脸感动的走了过来，莫忍住憋了几滴眼泪。谁知赵斌那一脸感动根本不是对他，而是直接绕过他来到楚庆面前。哎呀，大明星，啊，我很喜欢看你之前拍的那部古装剧。那你。赵浩一脸悲催，老弟，我难得回来，你怎么不欢迎下我？赵斌嫌弃道。 你都在家里住十几年了，有什么可欢迎的？他扭过头，立马换了张嘴脸，对楚庆和善的笑道：“路上辛苦了，快来坐着休息。渴不渴呀？我给你拿瓶水。饭马上就做好了，正好我今天煮了鱼，你一定得尝尝。”楚庆有点手足无措，他向赵浩投递求救的眼神，可赵浩只能是摊摊手。庞佛在说：“这情况。” 我也没见过呀，妈，我有点渴了，我想喝水，自己去拿吧，冰箱里有。爸，我给你买了卤菜，待会咱爷俩一起喝一杯。我已经戒酒了，除非是楚青要喝，否则我是不会喝的。赵浩欲哭无泪，在心里咆哮着，我才是你们亲生的呀！一桌四人，三个像家人，一个像外人。没错，赵浩就是那个外人。 看着老爹老妈一会儿对楚庆嘘寒问暖，一会儿又给他夹菜，赵浩有点怀疑自己才是那个来见家长的人。多吃点，瞧你瘦的，不是叔叔吹牛，我做的鱼，亲戚朋友吃了都说好吃。在赵浩的印象中，赵斌从未笑得如此开心过，庞佛跟过年似的。楚庆看着赵浩的窘态，不免内心偷笑。谢谢叔叔，我先尝尝。 楚庆夹起一片鱼吃了一口，瞳孔都放大了。哇，真的好好吃！叔叔，你的手艺都可以去开店了。赵斌谦虚的笑着，过奖了。只要你喜欢吃，以后我可以经常给你做。如果你忙不方便的话，我可以到直江市来专门给你做。赵浩一直被边缘化，所以想找点存在感。他吃了口饭，对洛源问道：“妈。” 话说，你们怎么知道我和庆庆的事情？你不给我们打电话，就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在干嘛吗？洛源和蔼的笑道：“那天界里聚会来了不少亲戚，我们正在吃饭，结果你小表弟忽然喊了一声‘赵浩哥哥上电视了’，然后我们才知道，原来你已经是明星了。后来我就让他们在网上查了查你最近在干嘛，慢慢的我们也学会了用微博，我还关注你了。” 有天你爸忽然发现，你好像和楚庆关系很近，经常一起出现。那时候我们就怀疑，你们是不是在谈恋爱？原来是这样。赵浩沉默了片刻，忽然说道：“按理说这么大的事情，你们应该给我打电话，为什么这么久了从来不给我打电话？是还在生我的气吗？”洛元叹了口气：“你也知道，你爸的性格倔，拉不下面子。” 而且，你已经证明了，你当初选择读艺校这条路没错。再加上你现在肯定也很忙，所以你爸就让我别打扰你。赵斌不动声色的干了杯酒，父爱往往就是这样无言，却并非不存在。叔叔，我和浩浩敬你一杯。楚庆给赵浩使了一个眼色，后者会议室的微微点头，随后举起了杯子，四人碰杯。 气氛顿时变得和谐起来。刚才赵浩的父母是故意不理他，这种大人的冷幽默能让初次拜访的人莫那么紧张。简单吃完饭后，楚庆陪着洛源到厨房洗碗，赵浩和赵斌父子俩坐在沙发上开始谈心起来。你们真的在一起了？赵斌有点恍惚，平日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明星，居然在自己家里，而且…… 还是自己儿子的女朋友，这未免也太奇妙了。是，啊，在一起两年多了。赵浩感叹道：“两年多。”赵斌气息急促道：“你那时候不是还在念高中吗？那时候其实我网恋了，不过当时并不知道网恋对象，竟然就是国民女神楚庆。我也是后面开学后才知道，然后我们就确定关系了。”两爷子在客厅侃侃而谈。 厨房里边也十分和谐。阿姨，我先洗碗吧，你去坐着休息。那哪行啊？你这手白白嫩嫩的，别碰洗洁精，会伤手的呀。你第一次来我们家，怎么能让你来洗碗呢？说着，洛源来到客厅，对着赵浩大喊了一声：“儿子，你怎么回事啊？吃完饭就不管了，让人家姑娘来洗什么碗？”赵浩被说的一脸懵。等他反应过来后， 知道老妈是心疼楚庆在洗碗，于是轻快的站了起来，抿嘴笑道：“妈，你来休息吧，我和庆庆来洗就好了。”“是啊，阿姨，让我们来洗吧，你们做饭已经够辛苦了。”洛云满脸喜悦的将围腰解开，看着楚庆，他的嘴一直合不拢。哎呀，感觉叫阿姨有点生疏，如果哪一天能改口就好了，那我做梦肯定都会笑醒。 赵斌哼了一声：“你就梦吧，你儿子哪配得上人家？啊，别把人家好姑娘给祸害了。”赵浩无奈的耸耸肩，对楚庆说道：“你来之后，我在家里仅存无几的地位，更加每况愈下。”楚庆吐舌头的动作透露出其内心的欢快。抱歉了，我也不知道会这样，感觉你爸爸妈妈好像挺喜欢我的嘛，害得我白担心一场。哈哈。 我开玩笑的，只要我爸妈喜欢你，那我就放心了。其实刚开始我还有点担心，因为我爸之前说戏子误国，我害怕他不喜欢明星。楚青面色凝重道：“确实有些明星，身为公众人物，却不以身作则树立榜样，反而是做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我爸既然喜欢你，说明你在他心目中是一个正能量的明星。”赵浩不禁搂着楚青的腰。 想用这个动作和温柔的眼神给他鼓励，真的。楚庆真被哄得很开心，当然是真的。我爸固执住呢，不会因为对方是谁而给面子。他的笑就是发自内心的笑，他的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谁来了都没用。所以刚才吃饭的时候，我才会感到惊讶。两人在厨房搂搂抱抱，洛元担心楚庆不知道热水往哪边开。 大冬天的，别把手给冻僵了。于是便到厨房来提醒，不巧正好看到赵浩和楚庆抱住，三人面面相觑，气氛变得有些尴尬。那啥，老赵，你要不要喝茶？我去给你泡壶茶。洛元赶紧转过身，当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呀，好尴尬！楚庆的脸蛋一下子就红了，直接埋在了赵浩的怀里。又不巧。 赵冰莫听懂洛元的暗号，以为他问的是真的，于是过来拿茶叶，正好看见楚庆将头埋进赵浩的怀里。好小子，有你老爹当年的风采！赵冰笑得合不拢嘴，洛元也忍不住回头再看一眼。楚庆以为末世了，刚一抬头，就看见赵浩的父母那慈眉善目的眼神和意味深长的笑容。哈哈，太丢人了！ 我的高冷形象彻底没有了。楚庆陪笑道：“阿姨，我刚才头有点疼，就让浩浩帮我揉揉。”大人们都是过来人，知道楚庆是害羞了。这时候，赵斌展现出亲爹的风范，来了一记神助攻。头疼的话，让赵浩带你去卧室帮你按吧。卧、哦、卧室，楚庆心里一颤，脸蛋变得更加红润了。